好，这点来讲，这个大力神杯哈、泡面的五轴加工这个案例，好，咱首先创建一个毛坯，一个圆柱体。这个就是咱们就是加工的一个毛坯。好，接受这样一个毛坯。好，接下来咱们分析一下这个模型啊，先用精加工，先用多大的刀具。好，咱们看一下。这现在是多大的刀具？最小刀具半径 R2， 啊 R2， 很多地方这个小红色地方是加工不到的，如果是 1.5 呢？好， 1.5 差不多。好，咱们就最后就是采用的是 1.5 啊 2.5 的刀具啊进行这个加工精加工。好，咱们首先创建这把刀具。好，首先创建一把开出的端起刀。好，16。这个第16的。哦，长度。25。然后再来一个刀柄，好 ，OK， 这是初加工，好，然后再来一把半径加工。球头24的，好，这样一半，半径加工。好，还有一个，重新改一下名，第16。24。好，再来一个精加工的刀具。按照24啊，最后再来一个2，好2的24，最后来一个22，好，这是一个10，这是4，这样一个
这样一个金雕弓，好，最后一个啊，1.5的啊，蜻蜓，1.5，哦，这是三，看看这个刀柄，一般都会比较大一些。15，好，他这边保存一下。大力三倍。大力三倍，五爪加工。好，产品档进行开出。啊，首先是初加工。16的刀，行距给它稍微大一些哈，十个，啊，1.5个四，下切，给一个，公差0.1，刀具哈，用的是 D16，刀轴哈。看一下是垂直，好，看一下咱的这头是朝着那个方向啊，咱刀轴是不能冲着那个方向的，好，所以咱先构建一个坐标系，创建一个用户坐标系，把这头朝上，X 轴旋转90度。好，OK。好，加工呢就选择咱刚才创建的那个坐标系。坐标系选择这个，看看毛坯，哎，毛坯咱用的不是记号。还是用户命名的，好，OK。切切的深度哈，咱限制一个深度，啊，最小的，最小只到一个负一就可以。好，进行计算。看一下，现在进行计算。看看它那个抬刀的高度。好，咱采用是一个圆柱体，
冲的是 Y 方向。然后切入切出，好，再用是掠过，好，切换方向。OK，请您再去进行计算，尽量让它抬到啊，减少一些，好，就这样。抬到啊，减少了好多。好，OK。好，同样的办法，咱找点菜，创建一个坐标系。好，旋转180度。确定，还要把这个进行复制。好，坐标系它采用的是第二的坐标系。好，OK，来进行计算。好，咱给做一个残留模型啊，咱产生一个残留模型看一看，这个激活，还能选择啊，激活在先，然后计算。好，已经加工的这半部分，好，把这个第二个进行激活，然后激活在后，再进行计算。好，咱看一下这个显示阴影。好，实验它的加工啊，已经加工到这个地方，看看。好，这个地方它没有进行加工，你看啊，咱可以把毛坯，好，毛坯稍微延长、伸长一些，重点设置，和毛坯的高度啊，给它稍微再长一些。好，先把这个删除掉。好，把这个毛坯的长度这里最大值这里，这个160。好，这里先计算一下。好，把它稍微延长一些。好，再进行计算。让它加工到这个边缘。好，
好，还差有一点点，好，还差一点点，好，再稍微延长一些，好，163，好，再进行计算，尽量的啊，加工到位，好，OK，可以了。好，同样的道理，这个进行设置。好，OK，好，这样两个方面啊，刚好重叠上。OK，大家再看一下参与模型。看一看，好，已经差不多了。这里已经除加工之后啊，剩余的毛坯图形，好，OK，下一步啊，咱们该进行。精加工啊，半精加工，半精加工。可以只用一些啊方法不唯一，半精加工可以直接用那个等高啊，等高精加工也可以。或者这个，来一个等高精加工，等高，像那个平打还比较平打的，可能它会加工不到位。好，那就采用一个最佳等高精，对它进行半精加工。好，方向任意行距，因为咱这里选用了一把球头刀，24的。好，余量留个0.2就可以了。这也是行距，行距就给一个0.3。好，当然深度有一定的限制，-4不能大于-4。短连接啊，短连接在这曲面上就可以。好，OK，请您计算。正在进行。
好，咱看一下。这个是拿啊等最佳等高精啊算出来了，看这个轨迹，这出来啊有点那个比较乱，要乱出来那怎么办呢？看出来哈，要乱，当然还有一个方法，这种它做一个边界啊，裁剪的，好，抽签关闭，做一个参考的边界。通过，好，那就加工这个方向，好，产生一个边界，好，就是这样一个边界。OK，好，进行裁剪的。好，进行计算。计算会比较慢点。好。看一下，这里已经计算完成了。当然，这个出来是，但觉得不怎么满意，啊，对吧？不怎么满意。好，那咱就换另一个方法，因为这种轮廓反而不适合用这种进行啊，一个半径加工反而不适合。好。咱看一下，用平行精加工。好，进行计算。好，这个方角度不对。毛杯半径给的稍微大一些，好，进行计算。好，这个就明显比刚才那个要好。这个其实也可以哈，当然还有更多的办法。啊，这个只是一个，再多一个介绍一个方法的使用而已。好，咱创建这个文件夹。好，这是初加工。半径。精加工，当然这个也不是说不可以啊，其实也是可以的。
船调个方向，然后这个这周啊，它跟激活的坐标系不一样啊。那它该是，咱们该再重新做一个这个编辑。好，OK，接受。用的是第二个边界。好，OK，进行计算。一样的道理。好。好，这个其实。好，OK。当然还有方法不一样，方法其实是很多。咱们这个这节单主要讲的是五轴加工啊，五轴加工像这个半径加工怎么办啊？它可以用新的方法，它用一个投影哈、啊，像或者是这个有一个螺旋啊，螺旋的精加工，用这个也可以啊。方法其实是有很多种。你看，它是用螺旋精加工啊，它只能绕着这个，看一下那个旋转轴、螺旋还有圆形、直线啊，它可以顺行、逆行都可以。它这个螺旋它有一个特点，只能绕着 X 轴旋转哈、啊，所以咱们在做这个的时候啊。对，首先创建一个坐标系，保证这个 x 轴朝着那个方向。好，定义一个坐标。这轴旋转90度。好，确定。好，咱采用的是这个刚刚创建好的这个方法。好、哦，没有这周的限制。看一下刀轴，刀轴使用的是远离直线，哇、哦，这是朝向直线，方向当然是朝着 X 轴。好，OK，请你计算。这个类似于一个四轴加工。好，咱保存一下。好，这里有一个限制哈、啊，这个长度当然不够，开始的是啊 ，X 轴的极限，当然它是到100是不够的。X 轴定义为毛坯。